咱即摆收看的是《大中华新闻》，我是吴淑文。真受到欢迎，即个海波儿童剧团受到关议员游水村等人来邀请，来到大河美地区进行巡回表演13场，激发到即偏向儿童对艺术的兴趣甲想法。表演最后一场，因来到新港的新东国小，场面是非常的热闹。祝青州已过万重山。大河滨地区的艺文活动无多，但这六年来，从化县青少年关怀协会配合县议员游水村等资源，做伙推动大河滨地区国小艺术表演定金工课，受到小朋友欢迎的海波儿童剧团上尾场来到新港新东国小演出，欢迎上东的热烈欢乐。我们的目的是庆祝这个儿童节，第二我们是希望给小朋友哈。有一种不同样的一个学习啊，除了在功课上的课业之外，我们希望提升小朋友的人文素质，所以我们固定在每一年哈，我们都在我们这个学校哈的巡回这个表演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哦，也来到我们深港乡的深东国小。那跟小朋友一起来庆祝这个儿童节。校方对协会尤其幼儿园愿意推动校园艺文活动非常感谢，也予偏高的学生会当借着艺文活动开发多元素课，涵养艺文气息。非常感谢那个有议员帮我们引荐这个海波儿童剧团来到校演出，那他们用这个唐诗跟美术绘画的结合，然后让孩子了解说上课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，而且他把课堂上的东西很活泼的、很愉快的方式去展现出来，那小孩子很乐于融入在这个情境里面，那也可以双方一起有互动，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小孩子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活动。海波儿童艺术家乡活动总共在河山西三乡镇13间国小和幼儿园演出，激发学童艺文的新视野，也为艺术人文播下希望的种子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。